观众朋友们好，我们继续来看蛋总对抗四哥的第二把地图是 Twisted Meadows 扭曲草原。那蛋总呢是少数啊能在30分钟以后继续保持这个战场的冷静判断以及大局观的选手。那这一场呢时间也是比较久啊，是大于半小时的啊。我们来看一下点位，蛋总双敲是出生在了 TM 的左下，无法阵呢是右下。那玩亡灵需要练的是哪些呢？我感觉亡灵是一个极具爆发性的种族吧，你只要练好正面其他这个大局当然也要有一点吧，要不然被对方给抛死了。正面是肯定要第一练的。我觉得亡灵的正面怎么说呢，打好了特别是打这种各种开矿的局吧，打好了确实会轻松很多。有的时候 Human 和你换家，如果你正面够刚，家里呢操作了双线稳一稳对吧，然后前面继续压的话，我觉得这个就度过了这段被跑跑的这个极其劣势的恶心 timing 时间了，不能回头啊。比如说你二本的时候蜘蛛脚车推的已经推到对方门口了，兵临城下了啊，对方一波跟你跑，你又 TP 了，这节奏不能有，真的不能有啊！我觉得这个节奏的话，这张地图上还会有炸弹人更加的难防啊。好的，我们看一下无法阵探路，略微有点难受啊。这边蛋总敲民兵来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啊，八个科技蜘蛛流的无法阵。这张地图这个点位其实和上面这个原点差别真不大，这边弹总也是发生了阵亡，差别真不大。哎，经验之书加上法师长袍加六给力，很快就练掉这个点。经验之书啊吃到达2级半，然后这时候无法阵抓过来的话，我们看看有没有机会啊。105点血，好吧，别人进去封口了，你摸都摸不到。哎，动动起来，一发 C 甩在大法师脸上。这边抢挑一个农场，看样子还是要挂一个农民啊。哎，还不舍得 C， 要不要反补一下，一刀收掉25点经验。无法阵他的思路和 TED 还是比较相似的，这也是推荐给广大啊 UD 初学者，就是有的时候啊你不一定非要收对方农民啊，你看对方大法师走位不好，你就可以多砍几刀，多用自己的骷髅上去蹭大法师的血量啊。如果你是满蓝的还可以对着他甩对吧，这样的话逼他开矿的时候看看能不能把他这个回城给逼出来。啊，我们看无法阵啊，无法阵一发 C， 哎，没有抢到，这个有点太冒失了。蛋总马上就要3级了，收一个骷髅，一个骷髅是12点经验值啊，还不够。那我们看到无法阵的小细节啊，在蛋总的左上的封矿位置已经蹲了一个农民了啊，我看到你过来，我马上点醒野怪，胖子们干活了。反正胖子肚皮上的这个纹身还是有点屌爆的啊！哪位同学有兴趣可以去纹一下，纹一下胖子这个肚上的，是吧？蓝胖和白胖的纹身还是有点不一样啊，他们是这个符文战士吗？蹭你血，那现在蹭我觉得没意义了，对方绿血啊，一发 C 又是 C 空了，那无法阵这盘怎么了？为自己增加难度，但这波骷髅我们看到是卡住大法师了，大法师被 A 到200血，把蜘蛛丝继续的吐在大法师的身上。哎呀，这大法师说不准真会逼出 TP 啊 ！DK， 这时候我在想 ，DK 如果有双鞋或者有光环的话，就可以追着他打了。哎，道具闪避护符拿到了。刚才一瞬之间把蛋总的这个大法师走位啊，有点太过蛋疼。被骷髅是摸惨了，那
那我们看大法师吃经验吃的那么多了，已经是三级半了。哎，这里骷髅还在找机会 ，DK 身上有一发子弹，啊，现在 DK 当这个恶魔雷手当剑圣来用了，啊，甩掉最后一发 C， 啊，反补掉骷髅，啊，可以撤了。还好给对方的是一个闪避护符，如果这个位置掉魔牌让 DK 抢到的话，啊，这盘输了四分之一吧，我只能说。分口好吗，同学？反正我这张地图打 human， 我是不太喜欢分口的。炸弹人进来，对吧？一下爆，这口子开大了。好了，蛋总现在养一下。蛋总是比较啊缺经济的，木材倒不缺，500多。让我们看一下蛋总现在是打算干什么。我觉得比较好的思路是什么呢？也不用急着去和对方换啊，去和对方压制，对吧？比较好的思路是要保证对方没有过来冲锋矿的前提下啊，去和对方对练级，继续练出四级大法师，然后等对方冲出来的时候，再去换他主矿。蛋总到现在为止还不知道对方的出生点啊，刚才走过来啊也是比较二啊，蛋总打出一个点，他前期敲了8个民兵出来嘛，根本就没有民兵可以探路了啊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点位终于是能够发现了，好，有光环啊，几乎是不能进了。猎取也在，你过来就是送经验。蛋总这细节真的是能做一点是一点。哎，这边啊，看一下，应该是很难赚得到农民的吧 ？DK 可以 C， 而且加血车都有了啊。蛋总，看看是不是要撤了？啊，分了一些 Fortman， 我们看一下这边能不能收一个。收一个农民，你倒两个 Fortman 不赚啊？啊，收了一个，啊，还在分。这里无法挣呢，我感觉他又要 C 蜘蛛，刚才没蓝了是吧？正面被拖住了，要 C 自己的兵，要管农民好像是有点难受。哎，这里要第二个农民，第三个农民这样的阵亡，一发 C 了农民，然后自己的加血车，哎，所以刚才被点了一下，我觉得。幸好没升本吧，加血车动起来。哎，这个加血车把另外一个加血车卡在外面了，这你什么情况？哎，被点爆一辆，很贵啊，而且这边的农民又要倒了。这一波没想到蛋总还是打出了一定的骚扰效果啊。我本来觉得好像亡灵在家里对吧，两个英雄都在 NC 连击，蓝又多，又有加血车，本又没升，好像是赚不到什么便宜啊！没想到这一波冲进来，杀了那么多，耗了那么久。那我觉得现在再升三本出毁灭已经不行了，啊，只能快速的冲过去，速推二本绞肉车。我们看到蛋总又来了啊，一波接一波，啊，一波未平。一波又起啊！现在我觉得他可以练一下这个点位，买个炸弹人冲进去了。因为我们看到无法阵这边是没有什么，除了基地没有什么塔的。你基地不可能控死一个炸弹人的，对吧？啊，如果你有红塔的话啊，冰塔控住加红塔的输出能够点掉炸弹人。我们看一下这波推，无法阵看到蛋总内侧有3根防御塔，有没有什么想法？这明明也敲出来，好的。绞肉车来了，然后无法阵的矿区后方啊是被对方搞，哎，这什么情况？见面就 TP 吗？这啊就是我刚才说的，这节奏被带住了。好的，蛋总这边应该还是能够撤一下的啊，蜘蛛有网吗？赶紧出来，哎，被冰塔点住了，蜘蛛，哎呀，来不及了，赶紧点一个天轨。哎呦，一般我打这张地图天快亮了对吧？我都会啊很直接的点一个天轨。
出晚了没意思，真的这个钱也不能省。啊，你说这个天鬼出晚了，你看现在被牵制住。好，天鬼来了，那大法师投下来招水元素，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天鬼给 A 死啊！天鬼一个人也是没什么办法，怂了怂了。这我觉得已经输一半了呀，这里不要发生空难啊！大法师还在岛上。哎，这个天鬼要把这个飞艇给 A 掉了，那这样的话大法师只能 TP 走了。然后佛特曼还留在外侧，这蛋总又打出一个点啊！这盘蛋总也在卖萌是吧 ？TP 啊，果断。好，两个佛特曼经验值要送掉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无法证是啊，车子已经蹲在蛋总的门口了啊，等待自己的蜘蛛啊一起进攻。现在无法证50人口，蛋总呢应该是要去开三矿的节奏了啊。大家看到他现在敲出一波民兵，身上买了三根迷你塔，打算练这一处的分矿啊，这也是这张地图上蛋塔惯用的手段啊。但这边天鬼跟到了啊，非常好的这个意识。跟到又能如何，对吧？我三片矿，大不了啊，我给你一片矿耗一下，对吧？你就耗在我这儿，然后我另起山头，对吧？你怎么办啊？天鬼这个东西，说实话，你过来的话，连我一个水元素打不过。啊，我看一下无法证，哎，这高拉切掉很不错，又破了对方的口。我们看到蛋总主矿，塔还是有点少了，分矿。这盘怎么分矿的塔比主矿多啊？这是什么情况呢？这个位置明显对方会冲主矿嘛？哎呀，幸好这个时候 MK 出来了，定在圣塔下啊！三级猎区一发 Nova， 好伤啊 ！DK 差点被塔给射爆了。这样的话，我们看到蛋总的本给否掉了，因为他觉得这片基地是守不下来了。哎，这个装备有点火，能量锤式、法师长袍。那 MK 怎么出去？你告诉我。现在买个飞艇把 MK 接出去吧。二本基地被 A 掉，那科技要重新攀起来了。我们看到蛋总呢在分矿位置重新的，也不能说重新吧，这个叫、做一下二本建筑。大法师 TP 回来，这你怎么守？守不住啊，能拖一会儿是一会儿了。看看能不能把这个破法给拖出来。或者说把 DK 逼出 TP 啊，好像不太现实。哎，这里有机会稍许的偷一下车子，无法证判三本了。好的，主矿修筑，三矿还没能摆，因为现在呢少了高达，木材很缺。哎，这边吃了一套 NC。你们可以瘫倒在地上。现在这个买个飞艇啊，买快！少年，只有买飞艇能救你。还想什么？这个很贵啊！哎，无法证买飞艇，这啊，你说这脚踏车也是200多块钱的，对吧？你买个飞艇保一下嘛。哎，反正这种蜘蛛脚踏车推进最怕车子被拖掉了，推都推不下来。我看到无法证的蜘蛛数量很多啊，这么多蜘蛛数量已经可以提下一攻了啊！他现在三本也好了，毁灭，来个狗传球，好的，这边一级的 MK 刚刚复活啊，祭坛就爆了，赶紧毁灭是吧？升起来。这下糟糕了，这木材缺的实在是太严重了，蛋总现在5的木材。好的，毁灭升起。哟，这一盘无法证形势大好啊！蛋总刚才的高达死得太冤了，高达如果在的话，这片矿早就做好了。好，终于是够木材了，但是他主矿被清干净了。我们看一下风矿这边的科技有没有升。没有升，那现在呢？爆点破法，
这个破法，胖子马上来了呀。哎，这里还分了毁灭，经过了无数盘的较量吧，对吧？拆建筑的同时，对方肯定是在练级的啊，无法阵肯定拆得到。这里毁灭非常的不幸，被怪物兜住了。不过好在毁灭的这个皮啊还是比较厚的。咱们看到这个 MK，MK 你就不怕死吗？赶紧撤，赶紧撤。那现在无法阵怎么打呢？现在无法阵对开框呀。作为这个上帝模式的视角啊，我觉得现在无法阵最好对开框，因为蛋总这边的科技肯定是要重新升一下的，对吧？短时间内他肯定是这个对练级的，他肯定练级，也没什么时间过来拆你的矿了，所以说这个时间是亡灵最好的开矿时机。哎，这里毁灭又跟到了。如果说无法阵继续去冲蛋总的这片矿的话，我觉得就陷入了一个泥潭。蛋总有钱，双矿这么跟他耗，而无法阵一片矿啊会被耗干的。哎，这里毁灭也是有点悬啊，活下来了。MK 刚才打的是什么？还没掉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家伙能掉什么？再掉一个魔盘吗？沉默权杖啊，也挺好的。还是这个脚踏车继续的推，一片一片矿拆过来。商店也没有了，现在破法都补不出来啊，只能补男女巫。蛋总现在的经济是比较肥。这里的毁灭又能够跟到，你就满地图找我啊，拆我矿对吧？我就一片矿拖啊，一直跟你这么耗啊，觉得真的是要这盘亡灵可以乱矿，真的可以。好，两次毁灭，先点掉对方的这个牧师啊，叫你奶。让我们看一下这波蛋总貌似是想去跑一波了。 MK 三级一锤一农民啊，这个时候呢无法阵看看有没有把对方基地给推下来，射半天啊。这加入 Nova 上去 C，看一下这边啊，又在马塔了。奥斯挂了一个毁灭，好，终于能够推下来了。但问题是，里面农民你不杀干净的话，你待会儿一走啊，他的矿又重新摆下来了，对吧？这里其实也就 A 了对方几百块钱的一个基地而已啊，又摆了，你走，还是治标不治本啊，有没有？哦，等于被玩死了，真的，刚才应该开矿的，你看现在已经被玩死的节奏了。这无法阵啊，有没有想通啊？刚才最好的节奏是自己开片矿，然后再去抓别人，起码有后招。哎，又掉一个沉默群长。蛋总的人品有够好了，然后我们看这波的切入时机。好的啊，这边塔阵也起不来了，然后这三根已经做好的防御塔啊，是马上就要成为经验值。无法阵现在补影子，然后蛋总右上位置的二本科技马上就提好了啊，这边又能开啊。哎，MK 四级，大法师五级，这片矿呢也能拆的，就六根塔而已，拆过去，赶紧拆，要拆就快。打大地图，切记什么呢？就是
你可能练完一个点了，或者说拆完对方一片矿了啊，你稍许的犹豫了一下，啊，对方是马不停蹄的啊，你这边犹豫了一下，然后就不太好了。啊，看这边万箭穿心啊，射胖子，很快的拆起来，两攻蜘蛛了。啊，不要犹豫，赶紧。无法挣60人口，蛋总这边46人口。看看这一场能不能凭借自己啊那么久的这个太极功夫啊扭转一下啊！现在亡灵马上就要双武英雄了 ，DK 五级猎犬还差一点。啊，这波对话呢是把亡灵的这个地穴啊给掉了。其实蛋总没什么兵力的，三个破法，一男巫，两个雇佣兵是吧？他主要还是靠英雄，靠英雄来耗你。开矿呀，少年！马上这个主矿也要爆掉了。哎，这边蛋总直接点基地，看一下，反正能不能快准拆掉走了。然后这个高拉也要收，别忘了这高拉是。哎呀，这农民全倒了 ，TP 这高拉没点掉矿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砸一下。哎呀，这矿都没点掉，那下来之后被沉默，沉默还要赚一只蜘蛛吗？哎呀 ，MK 没有能够击杀啊！我们看看这 MK， 我们刚才是点出无敌了啊，现在蛋总又来了啊，主矿重新码，但是被影子看到了。啊、这里刚才是留了一个绞肉车啊，偷偷的砸，但是还是没有把对方的这个高来给 A 掉，那这绞肉车是保不了了。好，这个时候无法阵终于开矿了，开慢了我只能说。开早一点的对吧，你开早一点的话现在这个形势一矿打一矿，蛋总又空投了，千方百计搞死你。现在空投就可以进行的非常猥琐，就是我下来一个 MK 一锤上去啊，耗光你。这个点要不要下来练一下啊，顺便奶一奶 MK。 好的，打打钱之类的啊。蛋总现在没有 TP， 我看一下他大法是单传啊，传到上方啊去赶走对方的这个毁灭。刚才红雪的基地又给修回来了，哎，头真大。但这边 MK 被影子跟到了，我觉得 MK 的话看样子是要死一次了呀，问题是他能不能啊快点上这个飞艇，如果说被网住基本上必死无疑的。哎，来了 MK 要挂，管 A 他，哎 MK 死了。这兜飞艇，兜飞艇快，四级 MK 挂掉啊，继续的弄啊这个残余的这个部下对吧，接着来，这又不好说了呀。这张地图亡灵开矿的话一定要买啊、一定要买这个大墓地。无法阵现在很穷吗？414块钱，414 421了，矿盖子卖掉了哈，现在去开采这一片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蛋总的经济呢，蛋总是哇，要不要做的那么过分那么绝。这里发现了，好的，把大墓地先 A 掉啊。这个时候无法阵的这个农民也是正在赶过来啊，看看能不能啊，猎犬来了，看能不能截一下大法师。Nova 刚才为什么不 Nova 他啊， Nova 的水元素好吧，哎，保住了大墓地啊，刚才确实应该 Nova 水元素，这个大墓地都快好了对吧，被点退的话太伤了。但是你也不要走啊，大法师还在附近啊，他再过来搞你一下的话怎么办。MK 在哪里复活呢？这祭坛没有了，蛋总怎么办？让无法阵就蹲守一下，哪边有空马一下祭坛啊。
那这猎取追不上大法师啊，觉得还是要买双鞋给猎取的。一旦 NOVA 住了啊，这大法师逃不掉的啊，除非他单传。然后蛋总问：“你不会怪我猥琐吧？”呵呵，你说呢？对吧？我都想杀了你了。啊，无法真也是打出一个点，太猥琐了。哎，现在蛋总疯狂还有2600啊。又上了这片矿7800，然后这片矿呢12000，天哪，祭坛有了，这多线开花啊，蛋总马上就要四矿了。而无法阵呢守着这一小部分怎么玩，然后哎他说什么玩飞行棋啊，我要6啊，无法阵卖萌，然后这盘好像是玩飞行棋啊，他要到六级以后这个死亡凋零。其实你现在5级的猎区在这边影子的视野一打开，你上去 NOVA 就行了呀。哎，留住大法师继续的追，一发 C 甩脸上。蛋总问多久到六，我送你，我捐一点，我捐你两个兵。无法阵想出冰龙，哎，蛋总升起了3本了，然后现在真的是4矿了，这4矿打1矿，无法阵什么情况呢？这也是想放弃了吗？他现在练级居然2个。双5的英雄练下级，他不知道该干嘛了。这时候就哎，这么大，这时候干什么都不太对，对吧？祈祷自己到6级嘛，到6级以后把对方的3本老家给死亡凋零掉，但是这个 MK 又有了啊，只要给 MK 一个单传，随时打断你。好，看到老家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蛋总4矿的经济，2700，天哪，2800，马上就3000了啊！3000经济可以爆80了。然后看一下左下位置。无法阵的矿啊，这样的话蛋总马上就能练掉这个实验室，买两个炸弹把你这边矿也端掉。哎，啊，这里又是退了本，蛋总这一场退本退过2次对吧？主基地刚才3本退了啊，现在又退了1次，明智之举。我们看到猎区已经是6级了啊，这边练掉炸弹人了呀，打到现在我还没看过炸弹人啊，有点不开心的啊。来，我觉得这炸弹人搞对方3本老家都搞得掉啊，这老家而且没修过。哎，这3个炸弹人是用水元素做掩护去冲对方的主矿，然后英雄呢去搞对方的风矿。哎，这边 TP 回来了，那主矿怎么办？炸老家，这想什么，对吧？炸老家，蹦一下爽，哇，炸了2个家老家，平了啊！这边还能炸2个，我靠，这人口惨啊！脸上写个惨字。哎，这边怎么单枪扔地上了？快走快走！两个英雄都有鞋子，蛋总现在是肥得一塌糊涂了。我们看一下4000多的经济，炸平对方基地。这个细节真的啊，无法阵也没有顾及到，把对方逼出 TP 的无所谓对吧？他现在经济可以买10几张 TP 啊。那现在我们从地图上来看，还是一个
啊，看似军事啊，其实王林很穷的一个局面。蛋总，我们看一下他右上位置的基地啊，这，哎，真惨。这个二本科技对吧？然后这边的基地二本科技也要升好了，有钱就该这么花的，每个基地都升下本啊，表示我每个基地都能敲钟。哥有钱，实在不放心就啊全部升三本好了，5000多的经济啊，想怎么花怎么来。啊，我看出来了，现在比的是谁更有钱了，炫富比赛啊。五法镇出了冰龙买谷地，这冰龙没有点，这好又来赚两票，搜索你的小狗，搜索你的这个四生，我来练级了。哎，两个少年让一下，一锤单船走。现在水元素也不太怕对方吃经验了，对吧？你反正这两个英雄已经没什么成长性了。我水元素无限的放，管你几级。然后这时候蛋总打出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出什么你心里会舒服点？你告诉我，对吧？我让你舒服。”蛋总。马上要7000块钱了啊！然后吴法正也说了：“你敢出农民吗？你有本事出农民把我 A 平了，我让你报到100人口啊！”蛋总说：“别，出农民 A 平，我还真不信。就算是民兵状态的农民，也不可能 A 平。”好，这边啊，这票塔的话 ，MK 把守的机会也不大。可以耗很久，然后我们看到这边一波明明敲出来想干嘛去啊？哦，刚才说用农民冲是吧？真的农民来了，这啥情况？不懂。蛋总7600。这波农民是想去开一下这片的话，但这片没有练掉啊。哎呀，野外摆了3个狮鹫龙，然后这边是有胖子冰龙毁灭跟过来，那这波建筑物是要推了，啊，要推了，要推了，太嚣张了吧！这让我想起了以前牧呀。牧不是5个奇美兰西牧一起拍吗？5个枫树对吧？量产啄木鸟，哎，这太卖萌了，8400。其实我真觉得无法挣，刚跟对方耗那么久啊，如果有个3发的话。3发也能起来了，3发恐惧魔王对吧？睡了干。好，现在蛋总的这一片矿还有8000多啊，看来是要牺牲一下了。刚才5个鸽子笼，现在还有没有做呢？啊，在这做，2个神秘圣地啊，2个鸽子笼，7800。无法正呢在右上位置重新的升了科技，现在2片矿的无法正，存款多吗？1600的存款啊，也还行。我觉得这场无法正继续坚持下去有没有机会啊？哎，蜘蛛和对方对拆啊，对面也不急着把你的建筑 A 平啊，他的目的就是把你农民耗掉就可以了。而亡灵呢，一定要是把 Human 的这个基地给 A 掉的。让我们看一下这边，
三发英雄姗姗来迟。他不急建筑，对吧？农民杀光，我用水元素耗掉你建筑都可以，用炸弹人耗建筑，对吧？而亡灵呢是不敢用炸弹人去耗这个人族的建筑的，亡灵本身就穷。我直接是抱起了破法加龙鹰，冰龙来了，撤。拆了老遍天啊，这个基地终于是拆掉了。两攻破法，两攻龙鹰啊，这里要被劫了。大款表示，哎，刚才居然没有上去网啊，被劫也无所谓，对吧？大款表示这个老子有钱。这一波的话，其实蛋总已经可以去刚了啊，对方是唱起大招啊，直接是大法师单传过去。嗯，不 TP 吗？先修一下老家，修一下，赶紧，要不然这三本要爆。他是用大法、他是用这个沉默把猎取给沉默掉了啊，原来是这样。我在想呢 ，MK 怎么不过去？然后见面 MK 是被点虚了。一锤子招呼给了 DK， MK 应该是不太敢上前了啊。我们看一下帕丁，帕丁有蓝的，赶紧去奶一下 MK 啊，奶，哎，要吃一套了啊，直接 TP， 好的，啊，地面上耗的也差不多 ，TP 看一下位置啊，位置在里面，然后一张慢群聊，啊，现在89人口的蛋总还是有3600的存款。各种攻防啊，各种这个出兵建筑点满啊，发真不行了 ，TP。啊，原来蜘蛛没有网的，这打了那么久没有网。那接下去这边练一下帕拉丁啊，这里还有点对吧？可以考虑练一下，然后呢，各种群舞一买走了呀。好，哎，少年什么情况？单练 MK 吗？搞错了吧？哎，为什么要和小弟抢经验呢？帕林表示：“你不抢我经验，我都二了。”可恶！现在蛋总只有右上的这片矿了，2000的经济，还是想开这片。我们看一下，双方势必为了这片矿会打一波的啊！要打，蛋总不虚的啊！我们看看人口数，无法挣74啊！蛋总这边已经是红人口了。80以上，哎，猎区 C， 猎区没鞋子，太难受了。有鞋子就能够 Nova 走 ，Nova 走这么搞，没鞋子走太慢。哎呀，这正面是根本刚不过啊！蜘蛛接二连三倒，有一方的蜘蛛，我破法一轮上去也是很痛啊。造，想杀 MK。Too young, too simple。 我觉得破法现在应该上去把这个车子给洗掉。避难，你说这多心痛，这时候你能理解 无法阵的内心世界吗？双七的英雄，啊，这边继续的单练一下帕丁啊，帕丁练完这个点应该是差不多三了，实在不行就上岛，这么多龙鹰上岛，龙鹰多吗？刚才挺多的，现在还真不多。哎，上岛要 A 半天啊，帕丁三级了，拿到一个吸血光环，哎，锁好的，双 T 连击招呼给冰龙吧，这冰龙是肯定要挂的啊。不过这时候 MK 还在避难状态啊，这波
略虚。又两只龙鹰过来，锁，快锁它！哎 ，C 一下冰龙 ，MK 来了，一锤给猎取，直火猎取，猎取圣光，哎呀，七级猎取挂掉了。嗯，印证了那句话，和人族拼后期，怎么拼？这冰龙我估计逃不掉了吧，能不能再来两个，哎哎，赶紧赶紧，哎，我看到这个蛋总是飞掉了，飞哪去了啊，飞到这儿，这两个龙鹰刚才还是可以有机会锁一下这只龙呢。蛋总终于把刚才这七八千的经济全部花干净了，还是八流人口的对抗无法挣72。无法挣现在问题就是他两个英雄蓝啊都耗的差不多了，这波要刚的话不好玩啊，撤了走。他来了呀，打进经济啊，他也知道左下角这片矿是后开的啊，这边矿的余额还是比较多，先干一下。 那这一波653，哎，又飞了，飞哪了，飞这儿，截蜘蛛，好的，一锤啊，刚才瞬间收掉两个蜘蛛，很好的利用了自己的大招，两边跟你晃呀、啊、哎，钻地照一下带他走，哎啊，照了带走，好，雾起来，吴凡正要来了啊，我觉得可以传走了，传不传啊，不传没机会传了，因为对方三发了一个黑暗游侠，好，那就干，冰龙刚才直接吃掉了，这猎去把一个血量还比较多的冰龙给吃掉了。那我们看一下这边破坏的数量真的是有点吓人啊，还是想找这位切猎取，猎取身上只有一个血瓶，哎，我们看大法师，大法师哈丁是被沉默了啊，索性就避难在大法师，但这个什么时间马上就到，能不能抬手一下圣光啊，不需要圣光，还是扫死了这个七级猎取，这还怎么玩，没有斧球一锤，哎，看一下一个围杀，妥妥地包住。那这样的话，无法挣这盘要 GG 了。哎，看的也是无比的蛋痛啊！历时43分钟啊，资源采集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资源采集啊，蛋总是55000的经济差了，无法挣29000，基本上是两倍于对方。蛋总这盘塔的数量码的有些。太吓人了啊，我只能说好了，最后大家也是看到了人族三六芒的威力啊，啊，最后也是恭喜蛋总啊，2-0带走了无法阵，获得了凤凰杯第22周的冠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